第四十题，一质量为五公斤的木块静置于无摩擦力水平桌面上，如右图所示。蓝雅对木块施以一水平向北的力 F1， 木块以三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向北移动。此时木块给予蓝雅的反作用力为 F2， 则 F1 与 F2 的大小比 F1 比 F2 为何？那么这题目上面给了我加速度，也给了我质量，我可以算出 F1 有多大，但这只是个干扰，我们根本不需要，因为我们晓得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两个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所以它的 F1 跟 F2 是一样大，也就是它的比值是1比1。因此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则 F1 F2 的大小比 F1 比 F2 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1比1。